忙碌鼠好健康诊所，我是护理长阿仁仁。在季节交替的时候，你是否也会有在皮肤以及呼吸道上面不适的过敏症状呢？如果你是有过敏体质的人，平日应该要怎么吃、怎么保养？一直过敏后，我们最常就是建议患者他最好不要吃冰凉的。整个眼睛已经变成单眼皮了呢。那我已经很努力的张开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你对芒果过敏，所以你就少吃芒果。对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帮你吃。每周四晚上8点，马路鼠好健康诊所与你一同克服过敏。